这边有 mismatch 的机会，看一下林少怎么处理。对抗之后，守护的两分球啊。血的作战，我觉得过去五场比赛对到国王平均失分就是103。哇，这个高难度的 step back three， 漂亮的防守。换李家康来对位林书豪，林书豪再来一个高难度的两分，范廷高过底线进来，外围找到林书伟，还没有出手的机会，潘先生右手抛投。哇，苏伟哇，林书豪感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对他来说都不行。球差点掉，再做一个换手，最后在中距离跳投，林书豪拿到这两分。靠阵容来打第一节，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产生。林书豪高难度的后仰跳投，林书豪在第一节就拿出了自己的。可以去倒数。顿时，但不晓得他这个身体的状况如何，要不然的话应该是趁机在篮筐附近多一些攻击。哇，进账。对，林书豪想还以颜色，但是钱肯尼在这边跟得非常紧，也用一个 fade away。苏豪在底线的跳投，还是要靠苏豪啊！好，十秒，观众各位一起倒数。十秒，观众各位一起倒数。距篮筐远了一点，而且前面被苏喜给挡下来。林书伟呀、啊！
上来之后倒是肯拼肯缠了。对，朱豪发球线附近的后仰出手，球弹进。
是啊，我真的在那防守之下会有阴影的。朱豪那个单脚后单脚出手要回领先了。Thank you.